各位同学你们好，我今天要来做的是国语文写作能力测验第107全年度。第一大题，我们自从有了电脑这部分的关系，所以我们先把关键字先圈出来，然后我们再下去做审题。记得的内容也记得位置，记得内容不记得位置，不记得内容记得位置，不记得内容也不记得位置，所以这个是最高的。反过来，记得内容记得位置的，相较于记得内容不记得位置的，稍微偏高，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所以以这个当基准点，我们下去看问题。假设说，人们比较会记得资料储存的储存位置，而比较不会记得资讯的内容。为什么假生会提出这个主张？问题来了，假生提出这个主张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用生活上可以举一个例子当作范例吗？我们可以举什么？小编住在台中，台中有什么？公车10免费。在10公里免费的同时，你会去注意的是你所要搭的公车号码，并非是公车的整体的型号嘛，是不是这样讲？好，我们常会去记得说，我们一般人大部分都会去记公车号码，或是你要去的那个地方。透过 Google 搜寻，我们可以得知从 A 点到 B 点最近的公车路线代码是什么，而不会去记得公车的型号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特别要去注意的。我们就可以举这个例子啊。人比较会记得资料储存的位置，像是公车的号码。那我们比较不会记得资讯的内容，就是公车的型号。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做互相衬托，来显示出这一篇问题所要指引我们的答案是什么。那第二题，21世纪以资讯惊人的数量暴增，有人认为网络资讯容易取得，会使得记忆力和思考力衰退，不利于认知学习。也有人是网际网络为人类外接大脑的机体，意味着我们无需激荡，可以更专注在更重要更有创造力的事物上。对我们两种观点提出个人的想法。我们在草拟的过程中可以先想两个问题出来。一个是我们需要去记，一个是我们不需去记忆。需要去记忆的是什么？举第一个为例子，我们需要去记忆的是公车的型号吗？不是，我们需要去记忆的是公车的号码、路线代码。我们不需要去记忆的就是公车的型号，还有一些诸多的一些零件、引擎等等，我们都不需要去记忆的。反过来，你可以用这两个当作例子来做衬托。假如你是一个交通迷，你会以这两个当作你作为兴趣的培养，你就可以举反例说，但是如果我是公车迷或是交通迷的话，我可以去做怎么样的一个去把那些知识以及技能更用活化的方式去反衬这一题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些解答还有迷思。所以同学们可以用这个方式下去思考。所以他问的问题一与问题二是互相 connect 互相连结的。那我们再继续看到下一题。你在倾听小雨披肩的声音，张望春来，日光闪烁在河面，微风吹过两岸垂垂的新柳，野草莓翻越古岩上的旧台，快乐蜥蜴从蛰居的洞穴出来，看美丽世界，野烟皑皑在无知里成型。你在倾听，听见自己微微哭泣的声音，一片树叶提早转房的声音，杨牧诗人姚。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吗？刚刚圈出来关键字，先看一下，先看一下题纸。其中有声音的倾听，有视觉的张望，也有快乐与哭泣。作者描写春天的美丽世界，但为何诗题题名为妖？
从诗句中的感官知觉与情感转变加以说明。文长限120字以内。这边是可以的。这边你在倾听小鱼披肩的声音是属于正面的。张望春兰日光闪烁在河面是纯正面的。微风吹过两岸垂垂的新柳是正面的。野草莓翻越古岩上的旧台是正面的。快乐的蜥蜴从蛰居的洞穴出来。这个没有正面没有反面。来看美丽世界的野烟皑皑，有正有反。在无知里成型，你在倾听。听见自己微微哭泣的声音，树叶提早转黄的声音。这样圈出来，然后加以分析，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它会停尾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大概诗人为什么要从这个方式下去来描写。从这一段以后，诗人用一正一反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可以从好变成坏，用渐渐描摹的方式来体悟诗中的所要告诉我们的意涵。听见自己微微哭泣的声音，一片树叶啼噪转黄的声音，可以告诉我们世界正在改变，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看美丽世界野烟皑皑，我们可以解读成人类工业化的来临，在无知里成型，你正在倾听着，代表着人或是大自然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失去知觉。所以我们可以从诗中的感官知觉与情感转变加以说明。我们可以讲说人类工业化的来临导致从原先自然界美好的盛景转变为什么？因为世界正在改变，这个是中间的一片树叶提早转黄的声音，它是往下有告诉我们比较忧伤的事情，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个可能是世界生态面临破坏，有前中后，我们可以下去思考这一题。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怎么写，所以我们大概有底了，就是从原先自然界的美好的一些盛景到中间的世界渐渐的正在改变之中，然后到最后的世界生态面临严重的破坏。我们可以得知诗人要我们探讨的是自然界的生态渐渐大不如前，渐渐的失去原有的美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一小时不仅仅是一个小时，它只是一个充满香气、声响、念头和气氛的花波，说明时间的认知与感官知觉的感受有关。杨牧的腰透过感官描写传达季节的感知，请以季节的感思为题写一篇文章，描写你对季节的感知经验，并抒发心中的感受与领会。我们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春又可以分成初春、中间、晚春、盛夏，初夏，这么初夏、盛夏，还有接近尾声的晚夏，初秋、盛秋、晚秋，初冬、盛冬、晚冬。我们可以透过感官描写描写季节的感知吗？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每个季节都有它的优缺点。春天像现在这个季节，你会觉得
很冷，会下雨，可能是你对这个季节的认知。那它的优点是什么？很多人喜欢赏雪，可能我们在台湾也有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或是农历那夏呢？夏带给我们的优缺点是什么？夏我们可以想一下，它的优点就是气候，虽然说气候炎热可能有些人会把它归类在缺点，但是气候炎热对于我们的一些生理需求还有一些疾病的一些产生可能会比较少，所以我把它归类在优点。反观像冬春这两季的中风，可能心血管疾病的人会比较多，因为天气变化实在太大，人类会受不了。那它的缺点是什么？病虫害多。病虫害多就是夏天带给我们的一个缺点，早期有瘟疫等等，瘟疫霍乱这些都是在夏天产生的，或是气候比较炎热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像疟疾那种，就是比较会 常发生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秋天，秋天的优点是什么？气候凉爽，让人有神清气爽的感觉。那缺点是什么？在秋天到来的之际，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皮肤性的问题，假如说皮肤干涩，等等之类的。那冬季我们可以享受到的优点是什么？也许很多学生在冬季可能会觉得很开心，为什么？不用开冷气，因为不用开冷气对于学生来说是怎么讲，生理需求自然而然就比较舒服。反观像夏天要开冷气，然后班上女同学又会觉得男同学下课打完球全身又湿透透，然后进到教室就是怎么讲，就是很不能适应的感觉。那冬天自然而然水分散失的相对的少，所以流汗也不会流那么多。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利用或是这四季来做反衬，我们可以得知一些比较大的纲领。那冬天的缺点有什么？各位可以想到吗？在雪国或是比较纬度高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常常会看得到雪崩、积雪造成的交通问题。那我们也可以下去做个比方，像是日本比较北纬的北海道，或是靠近鄂霍次克海的地方，常常会有积雪。那积雪人们就会开发出一系列的除雪器或是除雪设施，可以来改变这个缺点。或是在雪崩比较严重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来监控这些使不利的东西转化为对生活有利或是注意的东西。冬天还有个优点，在北海道也是鄂霍次克地方，有一些破冰船能够正常的使用。那带来的影响是什么？观光
观光人潮还有观光效益。再来就是俄罗斯北的航线，如果在冬天的一些融冰融化的话，不用，那根本就不需要用 破冰船，那北极海航道可以顺利的畅通无阻。这个是我们在地理学高中地理课以及国中地理课我讲到的部分，那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来看一下我们的作答卷，第一部分可能要请你们写，第一题有分为两个题目，请标明一或二，一或二，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对，第一题他请你标明问题一与问题二，那第二题也是请你标明问题一与问题二。他说这个六行，这个无限制，那前面这题呢要先看好四行十九行，所以你就不能像我刚刚这样自己画，所以这边是一二三四，你就只能写四行。那第二题的部分十九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没有错吧？第一题作答区在这里，第一个四行，第二个十九行。如果你怕自己忘记，可以在上面注明四行十九行，没有错。那第二题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六行，没有限制，写到满。六行，一二三四五六。第二题无限制，字数。第一个写六行，一二三四五六。第二个无限制，从这边写到这边都无所谓。那第一个是从第一题写四行到这里为止，第二题写十九行到这里为止。如果你说怕写不够的话，就是四这边如果你要留的话，这边就留四行到这边，换成到这边啊，你再从第二行这边留一行，再从这边开始写到这里，因人而异啦，不同有不同的做法。